八频道，你也可以是天使三的众多艺人。日前在 Compass One 亮相，和热情的观众进行近距离的互动，并且拍照留念。从第一系列就开始追看这部戏。当一个护士很辛苦，白衣天使是一个很伟大的工作。请继续支持。你也可以是天使三。